可以开始。
难。我们感谢全体市民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现在我宣布解除思密岛市的禁足封锁，让一切生活秩序恢复正常。相信在三个代表重要领袖的指引下，与时俱进，开拓进取，思密岛市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下面我们请参与这次案件侦破的工程们给大家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。欢迎，假币案件专案组的主要成员，大家欢迎。全体起立。
沧桑，想着我飞起来的样子。我在路上离开走着的人们，我在路上翅膀已经生长，那一刻我真的流泪了。在路上想着我飞起来的样子，我在路上该走着的人们，我在路上翅膀已经生长，那一刻化工行业国家重点企业均实现利润大幅增长，医药行业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9.4%，利润增幅高达67.8%。爸，爸。
滚！干！走！走！七大案中表现出色，厅里边特意给你记二等功，奖你30天假期。回去吧，替我看一看司明导师。是。后来我回到了省城，继续我的训练和生活，去做一个我理想中的好警察。我受到了嘉奖，获得了回家乡司明导师探亲的机会，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常和稳定，只有在我心里隐隐有一种期待，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。但是我知道我应该把它埋藏在心底，也许会是永远。发现幸福是条漫长的路，走不尽也看不清楚。离开一个浮躁的城市，摆脱所有束缚，最后一次回过头去看看那片天空，忘记那些错误，让我们迎风起舞。有人说快乐永远在远处，我停不住脚步，生命的旅途是孩子的礼物，生活的艰苦终究都会结束，走好你的路，管他在不在乎。当中，多些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
现在还在从事着比较危险的工作。走好你的路，管他在不在乎，必须要他们。让我们借此片向所有保护我们生活安宁的警察们致敬。